星期一本书，再忙也不忘记充电。各位好，这里是一星期一本书，我是林静。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，余生做一个没心没肺的女人，作者是顾点点，一同来分享。你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人？她看起来总是没心没肺，笑口常开，别人烦恼的事儿她不恼，别人在乎的事儿她不放心上，她很少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任凭遇到再苦闷的事儿，她都只是淡然一笑。很羡慕这样的女人，她从来都不会想得太多，也不会在深夜辗转反侧睡不着，过去的事情能够坦然处之，仿佛把一切都看得不是太重要。余生就做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女人吧，每天乐得自在，再也不用为了别人落泪，凡事都能看开，该遗忘的时候就遗忘，该前进的时候就前进，一切都挺好。没心眼的女人相处最舒服。现在的社会精于算计的人太多了，友情越来越假，爱情越来越假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大家都学会了戴上面具，挂着虚伪的笑容和别人相处。正如《红楼梦》里曹雪芹对王熙凤的评价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喜欢算计别人的人自以为聪明，实际上只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终将自食其果。算计了一生的女人，到头来也会遭到别人的算计。而做一个没心眼的女人，谁都喜欢，因为和你相处最舒服，不用带着心思来揣测你，也不用对你提防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。俗话说，傻人有傻福，上天真的会眷顾善良的人。总是嫉妒别人、算计别人的人，活得太累了，即使在深夜也不能安稳入睡。这样的人，你看似他得到了许多，实际上他得到的再多，都不会真正的开心。属于你的，永远都是你的。不属于你的，算计来了也没用。没心眼的女人才最受人宠爱。你的生活中总是会逢着一些贵人，心悦你，帮助你，如沐春风，上天永远不会亏待你。太为别人着想，苦的是自己。有的时候，人的很多烦恼都是自己寻来的，有些烦恼真的不必过于计较。你总是替别人考虑，顾虑别人的感受，何曾为自己着想呢？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对象，都记得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你替他们想的越多，自己的琐事就越多。别害怕别人生气，也别害怕别人不开心，不是你引起来的事儿，就别担心了。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你越把时间放在别人身上，就越对不起自己，你越替别人着想，别人就越不把你放在心上。我有个朋友早早的结婚了，什么事儿都为婆家着想，老公的衣服破了，她一针一针的缝好，婆婆的鞋子坏了，她也拿到店里去修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她都包揽了，像个保姆一样。我有时候叫她出来一起吃个饭，她都要说下次吧，我怕我老公今晚加班回来没饭吃。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私人时间，什么事儿都替别人着想，却从来不替自己想想，出去逛街买个衣服都是挑最便宜的买。人不能太自私，但也不能太无私了。有的时候你为别人着想，并不能换来对方同等的换位思考，又有几人能配得上你的真心呢？如果真的有多余的时间，就花在自己身上吧，提升自己，充实自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生活中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，就别再为别人操劳太多了。操劳的再多，别人不领情，你的好心也会被当成驴肝肺，最后苦的还是自己。太重情重义，伤的是自己。在这个社会上，太重情重义的女人最容易被别人所伤。你对每个人都真心相待，看重每一份感情，不忍心伤害任何一个朋友，为了朋友两肋插刀，可是最后你却发现，原来在他的心里你并没有那么重要。真正的知己一两个就够了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有难的时候能够雪中送炭就足够了，其余的时候不必想得太多，朋友之间何须多言。
有的人把朋友看得太重，最好的东西都想留给他，情愿自己吃亏，也不愿意让他吃亏。可是你的好，有时候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。你对他太好了，他也许会觉得愧疚。亲戚之间也是一样，要保持适当的距离，别总是上赶着对别人好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哪能不计回报呢？当他对你不够好的时候，你的心里是不是会开始难受呢？遇到了爱人的时候，也要理智一点，不要毫无保留的付出。太看重一份感情的时候，反而会失去的更快，因为人天性如此，被偏爱的时候容易有恃无恐。有时候做个没心没肺的女人多好，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不用想得太多，开心的时候一起开心，落了点小矛盾也能够立马澄清，不会胡思乱想。想得越多，烦恼就越多，烦恼越多，人老得就越快。人这一辈子不长，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一年又一年，白驹过隙，一眨眼就老了。有些东西真不必看得太重了，看淡得失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没心没肺才能活得不累，活得累的女人大多都是替别人想得太多，为自己想得太少，对别人太好，对自己太苛责。其实我们自己才是最重要的，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过得开心就好。这个世界有喜欢你的人，就会有不喜欢你的人，在乎那么多干嘛呢？没心没肺的女人从来都不会过得太累，她们不会想得太多，一切都让她顺其自然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。没心没肺的女人和人相处起来是最舒服的，因为她们没有什么负能量，也不会斤斤计较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人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余生愿每个人都做个没心没肺的女人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再也不用为了别人烦恼。好了，今天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文章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守候。